怕的就是安打四坏球集中在同一局。这一棒把球打直了，在右半边方向，结果出现安打。这是他职棒生涯的第一支的安打，那同时也是第一个打点。总有一天等到你啊！只要持续有比赛的机会啊，这种记录早晚会出现。手腕和手打点同时的入袋哦，这个球也被拿回来要做纪念。也感谢队友。这个这支安打应该对他会有一个。